BlackBerry Creative 帮助在本月少女出道时，一系列用心的企划让粉丝们都赞叹不已。而 BlackBerry 在去年10月时就公开了预计将在今年推出新人的新女团 BB， 目前已公布的3名成员皆曾参加过选秀节目 Girls Planet 999。其中的崔瑞英更有着优秀的实力，是大家心目中的一大颗遗珠。希望公司可以快点公布好消息，让女孩们顺顺利利的早日出道啦。you